我一直暗恋的高冷校草塌房了。视频上，他穿着背心，戴着安全帽，蹲在工地门口吃盒饭。被采访时，生气骂道：“神经病，500万能干吗？一辆能看的跑车都买不到。”全校的人嘲笑他贪慕虚荣，是个心比天高、一身 A 货的假富二代。我却偷偷砸钱把他追到手了。所有人都笑我是人傻钱多的傻子。我只祈祷家里不要破产，我能一直和萧月在一起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参加慈善宴会，看到随手就捐出7000万的萧月，目瞪口呆。故事开始，一早，我刚走进阶梯教室上大课，好友就一脸复杂地给我看了一个视频，对我说：“小小，你一直暗恋的校草男神也太一言难尽了，你赶紧看看。”视频里，一直穿戴冷傲帅气的萧月，此时却穿着背心，戴着安全帽，毫无形象地蹲在工地门口吃盒饭，还吃得很香。我眼睛一亮，他皮肤好白，手臂上肌肉线条真好看，典型的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。好友翻了个白眼，说我没救了，让我看重点。视频中，这时有个女记者拿着话筒和摄像机过来采访萧月：“如果你有500万，你会选择怎么花？”他一听这话，眼色猛地变得苍白，像是被吓到了，立刻拿出碎屏严重、有些破烂的手机看了一眼余额，而后狠狠松了口气，不满地对他骂道：“你神经病啊，怎么能这样羞辱我？”女记者被萧月骂得一愣，她看着脾气也是不太好，立刻沉下脸，转身就想离开，却不知想到什么，她返回来对萧月谢世道：“我们并没有看不起你是工地干活的，只是想问一下，如果给你500万，你会想怎么花？”萧月却更生气了，还说不是在侮辱我，打发要饭的呢，就500万能干吗？一辆能用的跑车都买不起。女记者那十分无语的表情和好友一模一样，班里好些同学似乎也都在议论萧月，说都大四了才知道他压根不是什么富二代，平日花钱大手大脚，可手机都用碎屏了却换不起，还说他身上全是几十万的大牌，原来都是假货。好友也赶紧对我劝道：“小小，你可别傻傻喜欢萧月这种人了，那些多人追你，随便一个都比他好。”我摇头解释：“我喜欢他又不是因为他的钱。”大一新生欢迎会那晚，我突发急性酒精过敏，差点死在洗手间门口，救护车堵路上了。萧月二话不说，骂骂咧咧地背着我跑到了3公里外的医院。我还在回忆着当时萧月放下我后就栽倒在地的狼狈模样。教室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好友赶紧示意我看门口。萧月斜挎着包，顶着一张俊美的脸，一手插兜，高冷地走了进来。他好像没发现班里众人的异样目光，和往常一样走到中间第一排，来到追了快一个月的细花面前，将手里的爱心牛奶和蟹黄包照例放在他桌前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有些难受，眼神都暗淡了下来。我默默喜欢了3年的人，喜欢的却是其他人。我正要移开眼，突然对上了萧月的目光，还来不及心慌无措，他就已经移开了眼。我有些失落，明明萧月只是不经意扫一眼教室，我却这么在意。你以后不要送早餐给我了吧。之前老是对萧月害羞一笑的细花脸色纠结地对他委婉说道。萧月闻言像是终于松了口气，立刻询问：“所以你是拒绝了？”细花似乎不知道怎么说，他身边的舍友却忍不住直接对道：“你说你怎么就没有一点自知之明，周末都只能去工地搬砖了，还打肿脸每天给月月买200一份的蟹黄包，知不知道同学怎么笑话月月的？”萧月一头雾水：“他们笑话他关我什么事？”他蹙眉不解地坐在我身后，萧月每次都坐这个最后排的位置，我也一直让好友帮着占他面前一个位置。想到萧月坐在我身后，我紧张到背脊发麻，连回个头都不敢。几个平时和萧月关系还行的男生笑嘻嘻地围住他：“萧月，听说你看不起500万，嫌弃他一辆跑车都买不到，平时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能吹啊？我们都很好奇，你到底哪来的勇气嫌弃那500万的？”我听到萧月冷声一笑：“怎么，我说错了？”别人抽抽嘴角，想说什么。上课铃响了，他们只好回到自己位置。我能感觉到所有人都看不起萧月，我心里想的却是：萧月如果喜欢钱，那就太好了。我犹豫了半个小时，给我爸的秘书发了个信息。第二节下课后，做了很久心理建设的我，拿出秘书给我送来的最新款的手机，转头就对上了萧月没完全睡醒、有些慵懒的狭长深眸。他好像被我突然的转头吓了一跳，一下清醒了，
看我欲言又止，他面无表情，有事？被他这样看着，我感觉心都要跳出来，脸特别热，立刻把手机盒子放他桌上。你手机好像坏了，送你的。好友和几个没离开的班里人觉得我是傻子，看萧月拿起手机盒，有人立刻嘲讽他，该不会想收吧？萧月要打开盒子的手一顿，我有些急，下意识大声道，萧月，你别去工地搬砖赚生活费了，我养你，我很有钱，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？我知道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，明知萧月多贪慕虚荣还喜欢他，但如今钱是我唯一的优势了。一声轻笑从萧月的喉中传来，他那双特别好看的眼里带着笑意，他声音都透着愉悦，好啊，我真的很有钱，你要买什么都行，你考虑。他的声音和我同时响起，等我反应过来，舒弟瞪大眼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萧月他答应了。萧月将挎包甩在肩上，看我傻站着，似笑非笑地对我道，不是要养我吗？我饿了。我几乎是同手同脚和萧月离开的，我想请他去吃市里最贵的饭菜，先彰显一下我真的很有钱。萧月却带我去了一家我很喜欢的料理店，我很紧张，到现在脑袋还是一片空白，手脚都不知道放哪里，尴尬地找话题，你也喜欢这家店啊？萧月为我倒茶的手顿了一下，才浅笑着点点头说道，榴莲三生、黄金炸虾、蟹柳手卷、千岛刺身都不错。我眼睛都亮了，太开心了，萧月竟然和我的口味一模一样，这些也是我最喜欢吃的。好不容易吃完，我急着去付钱，服务员说萧月抽中了免单活动，我一头雾水的和萧月离开了。这店开了4年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还有抽免单的活动，还没想通。萧月把我送回了我校外买的公寓楼下，见他转身要离开，我赶紧问道，萧月，我们是男女朋友了吧？萧月愣了一下，而后眸中带笑，嗯，明天见，我的金主女朋友。萧月那句我的女朋友让我高兴的差点一晚上没睡着，金主两个字已经被我彻底无视，我半夜都想发信息给他再确认一下，手机一打开才尴尬的想起来，我们从来都不是好友，萧月和我是隔壁班，一周只有2次能一起上大课，甚至3年多来话都没说过几句，几乎都是我在偷偷注视他，看他喂完流浪猫后带去宠物医院检查打疫苗，看他在球场上光彩四射地挥洒青春的汗水，看他走在路上时常被漂亮的女生拦住告白，看他老是在课上睡觉，还年年学院第一，一夜没怎么睡，害我上午的课差点迟到。可我并不太期待今天的学校，因为今天没有和萧月一起上的大课，大四了，我们学院只有前2个月在学校上课，后面半年几乎都去实习了，2个月时间太短了，我不想浪费一分一秒。可萧月上午后2节是实验课，实验楼和教学楼隔了大半个学校，肯定是见不到面了。我在犹豫要不要借口加好友去找他，也不知会不会显得太刻意。下课铃一响，我和好友约好去食堂吃饭，门口不知为何有些骚动，我一出去看到肩膀微靠在柱子上的帅气萧月时瞪大了眼，他看到我径直朝我走来，我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完全不知道该作何反应，任由萧月凑近我，嘴离我越来越近，呼吸都好像撒我脸上来了，我差点尖叫，他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吻我，进展这么快，这么刺激吗？我下意识闭上眼不敢动弹，耳边突然响起他低沉好听的声音，富婆恶恶泛泛。我倏地睁开眼，萧月在我面前，好看的眸子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我才知道自己会错意，脸瞬间爆红。萧月带着我往食堂走去，一路上不少经过的人都对我们指指点点，我们一到食堂，那些人的异样的目光就更明显了。萧月视若无人，让我先坐下等着，他去帮我打饭。我听到周围不少人肆无忌惮的嘲笑声，啊，就是他那个500万都说看不起的，听说他为了钱答应和曲小小交往了，可不是，为了一部几万块的手机就答应了，之前还一副高冷谁都看不上的样子呢，原来是因为他们告白的时候没给钱。我很难受，很气愤，我有些生气，猛地站起来大声告诉他们，我家就是有钱，我就是愿意给萧月花钱，几10万上100万甚至上1000万我都不心疼，怎么了吗？整个嘈杂的食堂顿时死一般的寂静，我的好友捂着脸很想当作不认识我。萧月端着2盘饭菜过来放下，
这才悠悠开口，他藏不住的愉悦声音清冽好听，我就爱和有钱美女交往，怎么你们嫉妒啊？可惜你们长得不如我，学习不如我，连女朋友都没我的漂亮，更别说愿意给你们花钱了。大家都说头一次知道萧月的脸皮比城墙拐角厚，这么丢脸的事竟然一副引以为傲的得意模样。萧月生怕不能气死他们，还拿出我昨天买的黑曜石色最新款最贵的手机，在手里帅气翻转，感慨啧啧，这手机贵得真好看。我趁机加上了他的好友，特别开心。我和萧月就这样顶着所有人都不好看的嘲讽、不屑甚至有些厌恶的目光在校园里交往了。很多人背后说我是傻逼，用钱怎么可能买到真心，我心里也忐忑，生怕没钱后萧月就立刻和我分手了。我甚至发信息给我爸，爸，我们家会不会突然破产啊？破产前可一定要先告诉我，我好省着点用。叮，我爸发了一段语音过来，声音气急败坏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糟心闺女，整天就知道咒家里破产。放心，家里的钱够你挥霍一百年的。我彻底安心了，还把我和我爸的消息发给萧月，你看我家太有钱了，看来这辈子你都只能是我的人了。我每次发信息，萧月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我，遵命，我的美少女富婆，余生就要请你多多疼惜我了。我心里像打翻了一罐蜂蜜，开心到在床上打滚。我越想越觉得能砸钱追到萧月真的太值了，萧月真的对我很好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每次出去吃饭他点的都是我最爱吃的菜，有课的时候萧月几乎每天中午傍晚都会在我教室门口等我一起吃饭，要是有事不能来也会提前告诉我，不会让我白等。一起上大课时更不会忘记给我带各种精致的早餐，就是早餐的价格太贵了，是全市最好的饭店的早餐，不仅要预定，一份水晶饺还要卖好几百，有些甚至几千。萧月却每次都不要我的钱，说有亲戚在那边工作，早餐都是免费的。最让我开心的是，学校有些家里挺有钱的美女得知萧月爱钱后也用钱来追她，萧月却毫不犹豫地拒绝，说他们既没我有钱又没我漂亮。这天我和萧月再次上大课，她习惯性地来到我身边坐下，拿出一个精致的首饰盒对我眨眨眼放电，差点把我电晕。交往一个月的礼物，我瞬间回神，诧异万分地看着他，有些心虚。我才想起来和他交往一个月了，根本没有买过什么贵重的东西给他，也没想过他喜欢什么。我这个金主女朋友也太不称职了。下课后立刻找好友商量要买什么回礼，好友抽了抽嘴角，一副看透真相的表情，当然是越贵越好，他主动送你便宜礼物就是变相索要你贵重礼物而已。小小，你快醒醒吧，我想辩驳我都还没看礼物是什么。好友为什么确定是便宜的？我躲卫生间偷偷打开萧月的礼物看了一眼，彻底愣住了，美娜莎最新款形式项链，一条至少300万，还不是假货。我缠了两个星期都忍住没买，萧月哪里来的？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，好友神神秘秘地给我看了两张照片，看之前还提醒我要冷静，千万别伤心。第一张照片，萧月在一辆豪车前抱着身材挺好的美女。第二张照片，萧月为美女开门，贴心地护着她进车里。好友见我看着照片久久没动静，安慰道，小小你看开点，萧月能为了钱跟你在一起就能为了钱和别的女的在一起，不值得你难过。我什么都没说，直接把照片发给萧月，问道，你给我的礼物是他给的？萧月这一次过了快10分钟才给我回信息，你知道了，礼物喜欢吗？好友看到我的信息都不敢相信，萧月他怎么敢直接承认，难不成他是想和你分手了？我心里先是咯噔一下，可很快想通，什么特别感动的摇摇头，他竟然把别人包养他的钱用来买礼物送给我。我真的没想到萧月会为了我做到这一步，他明明只要享受我养他就好，没必要牺牲这么大。我忍不住幻想他是不是有点喜欢我。好友没听懂我的意思，很不解地问道，小小你不介意？我介意啊，但我更心疼他，他怎么这么傻，他是觉得我不够有钱吗？我是时候让他知道我家有多富了，我会让萧月彻底打消攀附其他富婆的心思，但前提我得先确认一件事。我立刻发信息给萧月，你和他亲过没？睡过没？很快消息发过来了，
没有，我怎么感觉萧月这感叹号有点咬牙切齿的感觉。我没多想，很高兴他还没来得及出轨就被我发现，不然我只能伤心欲绝地分手。两天后，趁着这天我和萧月都没课，我约他来到学校最大的操场散步。走着走着，我突然倒在他怀里，他吓得立刻把我接住，俊脸满是担忧。小小，你怎么了？我尽量让自己苍白一点，我头晕，低血糖吗？我送你去医务室。萧月就要把我抱起来，我连忙死死抓住他的手摇头，不，我肯定是有大病，我要打电话给我爸，叫我家的直升机来载我去医院。为了不被萧月手太快抱我去医务室，我赶紧打出手机打电话给我爸，没接，他可能在开会。我赶紧发短信，爸，我晕倒了，快让我们家的直升机来学校操场载我去医院。发完才发现萧月看我的眼神感觉有些奇怪，像是在笑又像是无奈，我只能硬是装不舒服，枕靠在他怀里抱着他的手。萧月一直单膝跪地抱着我上半身陪着我等，我心里焦急，频频看手机。五分钟过去了，我爸怎么还没回我？我担心萧月识破，偷偷观察他的脸色，却见他正在发信息。我想看他已经合上手机，担心地问道，还难受吗？我连连点头，不等我家的直升机来，我是好不了的。为了在萧月面前炫富，我也是拼了。我等啊等，时间都快过去20分钟，直升机再不来，我真装不下去了。我好像看到萧月都偷笑好几次了。叮，手机终于来信息了。我手机眼快地打开，就听到我爸的咆哮声，别人女儿都是贴心小棉袄，就你是个漏风小麻袋，晕了还能给我发信息，你老实说又在做什么妖？有等直升机的功夫，叫个120早到了。我差点直接喷出一口鲜血。我爸啥意思啊？不让直升机来，那我岂不是白装了这么久？而且炫富没成功，还怎么让萧月对我死心塌地？我眉毛都纠结在一起了。我看着萧月那特别性感的下专线，对他试探地问道，要不你先抱我回我家，再坐直升机去医院。萧月上翘的眼尾都染上了笑意，就要说什么，我突然听到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。我激动地看向天空，果然看到我家直升机飞向这里，操场上的人都震惊万分地看着直升飞机慢慢落下。我激动地跳了起来，对萧月开心道，看我爸最爱口是心非了。萧月憋着笑点头，问我头不晕了。我回过神来，赶紧腿一软扑倒在他怀里，枕在他胸膛上，听到他跳得好像有点过快的有力心跳声。等直升机停稳，我正催促着萧月扶我过去，可走得越近，我就感觉哪里越不对劲，这直升机颜色，这驾驶员好像不是我家的。小小，怎么不上去？萧月感觉到我没动静，疑惑地问我。我扫了一眼周围所有人的视线，都落在我和萧月身上，这时候说直升机可能不是我家的，萧月会不会生气或者对我失望？我很犹豫怎么说。突然那驾驶员说话了，大小姐，董事长让我来接您去医院。我竖地瞪大眼，这真是我家直升机，我爸换驾驶员了。我顿时昂首挺胸，二话不说拉着萧月就上去了，特别开心地对萧月道，我爸说这架直升机花了他2亿，我这就带你上天兜兜风，看看我们海市从天上看能有多壮观。萧月忍着笑意挑了挑眉问我，不是要去医院？可我刚才只是被太阳晃花了下眼，已经没事了，直升机都来了，不能浪费油钱。萧月也不知信没信，带着笑意点头。飞了一大圈，我让驾驶员申请在观景沙滩的专用停机场把我们放下来。我牵着萧月在沙滩上吹着傍晚的海风散步，夕阳很美，身边的萧月俊逸的侧脸更是像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光，皮肤很好，连毛孔都没有。我很羡慕萧月，以前经常在工地搬砖，皮肤却还能这么白，跟他交往我一直感到很开心。虽然他看上的是我的钱，对我却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只要我说过的话他好像都记得，我想吃什么他有时候半夜都会送到我楼下来，每次看着我时宠溺深情，就好像真的喜欢我。我想永远把他绑在身边，即使是用钱。我停下来让他面对着我，我拉住他的另一只手，仰头看着他深邃迷人的眼睛，郑重地说道，萧月，我知道自己用钱诱惑你不太好，可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新生晚会那晚，你背着我跑去医院，累到浑身汗湿，气都喘不上来，
却完全没想过丢下我。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背能让我如此安心。到了医院，我被护士扶下来，你都软倒在地上了，第一句话是催促医生先治我。我不管你多爱钱，我相信你的人品。你答应我，和我交往的时候不要再和别人在一起，可以吗？你要钱就和我说，你要是哪天特别讨厌我了，想和别人在一起了，也和我说，我会给你很多分手费，绝对不会缠着你。但我不想同时和别人拥有你，我会伤心的。我才说完，萧月突然一把拉过我，把我紧紧抱在怀里。他身上带着一股松雪冷凝的气息，很好闻。被他抱着时，我感觉自己是萧月的全世界。他好像叹了口气，在我耳边低低说道，小傻瓜，我只有你一个。我愿意相信他。接下来半个月，我和萧月特别甜蜜。自从意识到我一直没给他买过什么礼物，就开始变招法给他买衣服、鞋子、皮带、打火机，甚至连他实习要穿的高定西服、领带、袖扣型、胸针什么的，连豪车都全包了。我甚至想介绍他去我爸公司，毕竟萧月成绩第一，能力绝对没问题。但萧月唯独这一点拒绝了，他说现在我养他，以后他养我。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哄我的，但我很开心。让我不解的是，萧月从来不要钱，说有什么需要就让我买就好。更让我疑惑的是，他也老是回送我礼物，看着都很名贵。问他怎么有钱买，他说都是以前别人送他的各种礼物，不要钱。我没拒绝，因为别的女生给的礼物放在他家的话，那还不如我收了。再过半个月，我和萧月都要去实习了，我恨不得每一秒都和他黏在一起。这天我和萧月要出去吃饭，还没出校园，迎面走来的男女让我脚步一顿，偏偏他们还朝着我和萧月走来。女的正是之前萧月追过的细花乔月，她一来就指着身边的长得有些普通、身高还行的男生，对萧月介绍，这是我男朋友，他爸是这市首富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我发信息了。我倏地看向了萧月，萧月先是一头雾水，而后不知道想到什么，皱起眉，你不会拉黑吗？任由别人发信息给你。乔月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，凭什么要我来拉黑？萧月，你有点自知之明吧，我不可能喜欢你的。萧月不满地怼回去，谁稀罕你喜不喜欢。乔月却没接话，只是怜惜地看着我，讽刺出声，屈小小，盯着点自己用钱砸来的男朋友吧，别让他乱骚扰人。换了其他事我都能反驳，但萧月喜欢乔月是事实。我被堵得哑口无言，只能任由乔月不屑地撞了下我的肩膀。他抬着下巴离开前，傲气地对我说道，别人都说你才是细花，真搞笑，连男朋友都得用钱买的计划。我全身的血液都凉了下来，有些无措地看向萧月，小小，你别听他乱说，我连他好友都没加过，更别说发消息给他，不信你看我好友。萧月看出我脸色很白，立刻拿出手机让我看，列表里的确没有乔月的好友，但我不敢问他是不是有小号，我只是有些僵硬地问他，你还喜欢他吗？萧月冷嗤一声摇头，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他。我皱起眉，怎么可能没喜欢过，你骗我，你都给他送一个月的早餐。我没忍住翻旧账了，我对他认真地说道，我不介意你喜欢过别人，可你答应我了，和我交往时只能有我一个。萧月有种百口莫辩的焦躁感，我不太想再问下去，我感觉那会让我立刻失去萧月。我下意识地转身想先离开，被他拉住了手，小小，我发誓我从未喜欢过别人，不是我送他的早餐，是我之前的舍友，当初帮过我一些忙，就求我为他转送乔月早餐一个月，我没有拒绝，他说会在手机上说清楚是他让我转送的，现在看来他根本就没说过。我现在就给你看聊天记录。萧月立刻去翻聊天记录，突然手一顿，国骂了一声，靠，忘记这是你送我的新手机了。我原来手机那天在工地不小心摔碎了，我已经给扔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这就找赵强去要聊天记录，他着急要带我去找他舍友。我从他的表情中看不到一丝骗我的痕迹，我选择相信他。没事的，都12点了，我们先去吃饭吧。一下午我们吃饭看电影去了。萧月看出来我心情有点低落，送我回到楼下，离开时告诉我晚上会把聊天记录发给我看。因为他这句话我熬了一夜，他没有把聊天记录发过来，说联系不到赵强，发信息也没回，他好像回老家了，家里没信号。萧月说等联系到赵强第一时间就会让他把截图发过来。
萧月很努力在证明自己了，我说服自己应该相信他，可我心里真的有些不安。一开始就是我用钱追到他的，我想起来交往一个多月，他好像连喜欢我三个字都没说过，我怎么敢奢求太多。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像往常一样和他在一起讨论去公司实习的事。我直接去我爸的公司实习，萧月就很厉害了，他竟然进了全球100强的恒通机电，说好明晚帮他庆祝，谁知我爸让我明晚跟他去参加一个慈善晚宴，还不准我拒绝，说我马上都毕业了，不能再这么任性。就像之前你好端端的说晕倒了要叫直升机，一看就知道你要搞事，这种事我怎么可能答应让你胡来。什么？你上次没把直升机叫来？听到我爸这话，我惊得立刻去看后院的直升机，和之前来操场接我那辆果然不一样。可那天的直升机是怎么回事？总不会是我在做梦？我想不通，又不敢找萧月问，怕他以为直升机根本不是我家的，我家没啥钱，只能憋在心里乱想，是不是我爸又口是心非，直升机坏了，租了一架来。我给萧月打电话，说了明天没有空，我爸让我去慈善晚宴的事。萧月说刚好他明晚也没空，但他说不定会给我一个惊喜。我变得十分期待慈善晚宴。我精心打扮了一下，穿着能衬托我身材又不失文雅的长裙。这次的慈善晚宴很热闹，来的人很多，大家都有序地坐好。我爸说整个海市大部分顶尖的商业巨部门都来了，让我不能做什么失礼的事。我拍着胸脯让他放心，又不是第一次参加晚宴。我和我爸的位置十分靠前，代表我爸的身份在海市比较高，毕竟他怎么说也是海市排名前5的巨头，我不能乱转头看宴会上都有谁，会很失礼。慈善拍卖很快开始，我爸花了5000万拍了一个蓝宝石，其他人比较少的花了几百万，多得花了3-4千万。最后一件压轴的拍卖品出来，竟然是星空之泪，是一颗水滴状的宝石，特别美，里面像是藏着一片星空，我一眼就喜欢上了，可惜太贵了，举了3次，很快超过了3000万，价格却还在涨，直到5500万，眼看要停了下来。6000万，一道熟悉的声音让我猛地转头，当我看到身后右手边那一桌坐着的萧月时，险些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西装笔挺，特别帅气，魅力十足，还对我眨了眨眼，我直接傻了，呆呆地看着他，他却和没事人一样，见还有人和他竞价，特别随性地抬手，毫不犹豫开口，7000万。我惊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他哪来这么多钱叫价？我正疑惑，他旁边的一个看着只有30岁的风韵美人拿出支票签了一张，推在萧月面前。我看到那个美人脸色刷得白了，一看到她我就无比确定，这个美人就是当初好友给我看的照片上萧月抱着的人，她就是萧月要给我的惊喜。京剧还差不多，眼看拍卖结束，晚宴开始，我看到那个女人挽着萧月走向我，这个女人我认识，就是恒通的总裁，和我爸还有不少合作，她是个很厉害的女强人，明明是财阀家大小姐，却隐姓埋名，几乎是白手起家拼出现在的成就，我爸都佩服她。我和她一比，就像泥塘里的跳梁小丑，萧月选择她简直是再正确不过的事，要是换了其他人，我可能直接趾高气昂地上前拼爹，用钱来打败她，可面对这么优秀的美人，我根本没勇气站在原地，我怕从萧月口中听到她评价我有多不堪，只会用家里的钱挥霍来绑住她。我借口去卫生间，转身就跑了。我还听到萧月问我爸我去干嘛，我吓得跑更快了，躲着人就离开了宴会。还没到家，我爸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掉厕所里去了，我匆匆说了一句身体有点不舒服先回来了。没过一会儿，萧月也打来电话，我下意识想要挂了，可我没什么出息，还是接了起来。伯父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怎么回事？我现在来找你。听到他和往常一样担忧的语气，我眼睛一酸，有点想哭，怕他听到我哽咽的声音。我赶紧推脱道没事，就是有点冷还有点困，想先回来。萧月不知道有没有听出我声音不对，他那边传来一个女生说了什么，萧月便道那明天学校见，我有惊喜给你。听到惊喜这两个字，我差点抑郁了。等我回到公寓，萧月给我发了几张照片，我鼓着勇气点开，是他和舍友赵强3个月前的聊天记录，看上面的信息，竟然真的是赵强请萧月帮忙带的早餐。
赵强说他要去集训一个月，顺便回趟老家。乔月喜欢蟹黄包，他订了一个月，让萧月每次上课时顺便在校门口帮他拿给乔月一下。就连乔月之前说萧月给他发的骚扰信息，也是赵强每天的普通问候。看到这些照片，我心情一下就开心起来了。萧月真的没有喜欢过乔月。还没开心两秒，萧月又发了一条信息过来，其实会同意帮舍友送早餐也有点私心，想试探你在不在意。要是之前看到这个信息，我能高兴到原地升天，脑补萧月也喜欢我。可今晚的事却让我有些害怕，萧月他是不是对每个金主都会这么哄着？尤其是今晚的美人，她真的很美，很有魅力，换了我都忍不住会心动。我拿什么跟她比？我以为我又会失眠一晚上，谁知一沾床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我一点不想去学校，生怕看到萧月挽着那个女人出现。刚进校门，发现不少人看我的眼神不对，我更慌了。这么快他们就知道萧月不要我了？还是他们真的看到萧月和别人在一起的画面了？我腿都快要紧张的发抖了，我才忐忑地走进两个班一起上大课的阶梯教室。所有人顿时安静下来，用一种特别复杂的目光盯着我，还偶尔看一眼第一排趴在桌上的乔月。小小，快过来，好友无比焦急地招呼我。我走过去，他立刻点出一个视频给我看，还啧啧作奇地说道，小小，说真的，我最佩服的就是你，要不是你主动曝光自己是有钱人的身份来追萧月，三四年来完全没人发现你是富二代。你选男朋友的目光更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我满头雾水地点开，还是萧月之前蹲工地门口吃盒饭的录访视频。我不解地看好友，他让我看下去，看到萧月说500万连跑车都买不到一辆好的之后，后面竟然多出了一段内容。女记者似乎和萧月杠上了，故意讽刺他，刚才问你有500万的时候，你好像在看余额，难道你以为真有人转给你500万吗？萧月听到这话满脸不屑，谁稀罕500万，我是以为我余额就剩500万了，差点没把我吓死。记者听到这话嘴角都抽搐了，能给我们看一下你手机里的余额吗？萧月扫了记者一眼，没有拒绝，摄像机立刻聚焦他碎屏的手机。我看到余额的那一刻，惊讶到下巴都差一点砸在地上去了，一长串的数字险些挤出屏幕，我一时只能暂停慢慢数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。萧月手机里的余额竟然有3亿多，我爸手机里都不一定有这么多现金。我整个人都凌乱了，立刻想到昨晚他眼睛都不眨的叫出7000万的一幕，那7000万其实是他自己的钱。萧月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好友比我更想知道，问我，小小，你是不是其实早就知道萧月多有钱？你也太贼了，把他藏这么紧。我刚要说什么，教室再次安静到落针可闻。我一抬头，所有人都对萧月行注目礼走进来，他目光却由始至终落在我身上。可很快他突然被乔月拦了下来，乔月眼眶泛红，对他又是羞恼又是爱慕地说道，萧月我，萧月停都没停一下，绕过他走在我身边，将一个包装精致的小礼盒随意放我桌上，紧接着便用他骨节分明的修长手附上我的额头。身体怎么样？还会不舒服吗？我直勾勾地看着他，傻傻摇头。他宠溺地轻笑了一声，点了点我的额头，真傻。他在我另一边的位置坐下，低声在我耳边说了一句，你越来越可爱了，然后示意我看桌子上的精品首饰盒，给你的礼物，打开看看。我慢慢打开，美轮美奂的星空之泪映入眼帘，我不敢置信地看向他。他问他喜欢吗？昨天看你举了好几次牌，我听懂他的潜意思了，他是看我喜欢才出手拍的。知道萧月比我家还有钱的那刻，我一整天脑袋都是懵的，完全记不起来干了什么。自从采访萧月的完整视频曝光，每次我和他走在校园，都会有无数美女上前各种搭讪问路，还有得想跌进他怀里。萧月拉着我就是力所一躲，头也不回地牵着我继续往前。我也终于知道慈善晚宴那晚的美人其实是大萧月的10来岁的姐姐，她说家里还有一对龙凤胎弟妹，她爸萧天泽整天缠着她妈妈生孩子，还说是她妈妈很喜欢孩子。萧月后面还暧昧地说，我爸妈得知我在学校被人排挤的遭遇后，问我什么时候带肯包养我的金主儿媳妇回去。想到当初我做的事，脸突然爆红，
有些恼羞成怒地问道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那天被陆访时为什么会穿成那样在工地门口吃饭，手机都烂成什么样了，谁看了不会误会啊。萧月眸中带着笑容解释，我爸让我去的，从大一开始只要周末有空就要去他各个公司的各个部门干活，说这样才能最深刻体会每一个工种，理解员工的辛苦，也能更容易上手。我那天倒霉，干活的时候手机掉了，还刚好被铲车碾了。我听完更尴尬了，紧接着猛地想起一件事，操场我撞晕那次，直升机是你叫来的对不对？我爸说那天根本没让直升机过来，你现在才知道。萧月的话让我丢脸到只想找个地洞行进去，他当时怎么就会任由我胡闹？我没忍住，有些结巴又难掩紧张地问他，你明明不是为了钱，那位为什么还同意和我交往？我都不敢看他了，没发现他看我的目光此时有多温柔。傻瓜，这都猜不到。我才不傻，只是我不敢确定，毕竟萧月在我眼里真的太优秀了，我不敢自作多情。萧月见我一直沉默，无奈地揉了揉我的脑袋，声音低沉又蛊惑人，被人录访虽是意外，却也给我灵感，其实不全的录访视频是我让人传出去的，想着这样还不能引起某个小傻子注意到我，那我这几年真的是白混了。没想到这一次不但让你注意到我，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要用钱诱惑我，真是意外之喜。我倏地瞪大眼，不敢置信地看向萧月，视频是他自己传出去的，他不顾被人讽刺嘲笑就为了引起我的注意。萧月继续说道，你说你在新生晚会那晚才知道我的存在，我却比你更早注意到你。大一开学那天，校门口大中午的烈日当头，你打着伞守着被车撞得奄奄一息的一只流浪猫，焦急等待兽医前来。你从兽医口中得知猫有救时笑得特别美，从那一天起我就开始注意你了，慢慢的越来越无法将视线从你身上移开，我差点回忆不起来这件事了，更不敢相信萧月他会因为这件事注意到我。萧月他竟然也喜欢我，我的心砰砰砰跳得飞快，没忍住尾巴翘上了天，对他反将一军，你这么喜欢我为什么不和我表白？萧月搂住我，宠溺中透着无奈，你不知道你在学校有什么称号吗？好人卡美女。你说说学校那么多人和你告白，哪一个没收到你好人卡的？你还当众说大学绝不恋爱。我嘀咕道，那还不是因为来告白的都不是你。萧月愉悦的轻笑声在我耳边响起，是我不对，该直接对你表白的，而不是知道你朋友爱拉着你去篮球场看帅哥，就每次都去篮球场孔雀开屏，还妄想你哪天会给我送水。我快傻了，我是不想送水吗？我是不敢送，因为萧月每一次拒绝所有女生的水。可能萧月发现我不服，再次说道，这些年我们共同的大课，我每一次都不缺席，我每一次都考第一，每一次都会坐在你身后，多少次在你眼前经过都是为了你能注意到我。替赵强送早餐给乔月也是带着私心，想看你对我有没有一点想法。我原本都已经不敢抱希望了，想着这个采访视频出来你还注意不到我，我只能用商业联姻来绑住你了。我听的人都傻了，根本不敢相信萧月竟然这么喜欢我，难怪以前每次出去约会他点的菜买的东西几乎都是我喜欢的。我也第一次知道两情相悦的感觉竟如此美妙甜蜜，他足以支撑我们携手走完一生。萧月是萧氏财阀的继承人这件事我没想到，我爸早就知道，他得知萧月是我男朋友第一句话就是感慨，全商界的人都知道他爸萧天泽是宠妻狂魔，整天除了炫老婆就是炫自己有万年人参，萧月是不是也这样？我立刻摇头，想到什么有些失落，萧月朋友圈从来没有发过我的照片。我话都没有说完，我的好友给我发了好多截图，小小你快让萧月停手吧，狗粮我真吃撑了。我疑惑地点开图片，全是萧月发的朋友圈，随便一条就是今天小小回家了，想他想他，今天是小小上班的第三天，想他想他想他，今天的领带是小小情人节送我的礼物，嗯，很帅，小小真是心灵手巧，亲手给我做了爱心便当，真好吃。图片焦黑的煎蛋配着发紫的米饭，萧月发的这些朋友圈我怎么一条都没见过。我爸看到照片突然拍拍我的肩，一脸欣慰，挺好，他来无脑宠妻是他们萧家的传统，晚街撒花。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，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。